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家父座，就是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叔在上面，左叔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母子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伽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热热乐乐一一五五啊嘎坎嘎坎啊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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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嘎坎嘎坎啊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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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Bada 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 Hed Jabbawa Hedan D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t Dekhen Zayo Nuroda Yang Bada 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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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古当烟祖于新的那兰若啊，就新的阿兰若。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已经这个叙述了对这个眉色、对财物、对名声，以及这个世间的各种各样的对境呢，凡夫人很容易生起贪心，依靠贪心呢，就是产生这个嗔恨心，产生嫉妒心，产生傲慢等这个其他的各种烦恼。所以呢，我们就是深深的认识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欲乐啊，就是世间的这个欲妙，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色声香味的对境的这种爱呢，就是不应该就是继续延续下去，就一定要断掉它的相续。就这一点，大家在从内心深处，就有没有一种体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从这个内心当中这个生气，这个。
从内心当中呢，觉得应该就是升起艳丽心，然后就是对这个时间的就是喧闹的城市也好，世间的时间就是各种这种欲望呢，就如果升起呢艳丽心的话呢，那么我们内心呢就是会这个向往这个寂静的地方啊，就是阿难若。所谓的阿难若呢，就是在梵语，就是我们这个一直翻译出来的话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寂静处啊，就是寂静处。因为这样的这个寂静处呢，自古以来就是成千上万的这些高僧大德呢，全部是依靠这样的这个寂静地方而修行的，就是属于这样的这个修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必要的。因此那个波多瓦盖行呢，就是也是住在这个讲教言的时候，抛弃故乡，远离这个亲友，还有呢就是端除愧恼，如你这个修法之人呢，就是你什么这个你戒脱不远吧，就是你戒脱不远，就是他有这样的这个教言。所以这个教言呢，对我们来讲首先真的要这个像修持一些佛法的话呢，就是可能是你对这个自己的一些什么那个故乡啊亲友啊，还有一些这个三轮呢这些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远离。如果没有远离的话呢，就是这离解脱的这种这个路是非常遥远的。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到了一些寂静的地方去，然后呢就开始就放下自己的这个心。我们在这个大乘森林里面呢，就是每天都是这个正名斗逆的，就开始这个一直这个奋斗竞争。那么这样的这个快乐号呢，还是到这个寂静地方去这个号。当然有些居士有些修行人呢恐怕就是完全就是脱离就是自己的家庭单位，就是到寂静地方去的机会不一定有的。但是每一个城市的附近呢，都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植物园呢，还或者一些寂静的寺院呢。我想有时候就是你们这个空的时候啊，就是到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啊，就是到这个寂静地方去，就是放下一切，就是不管是高山也好，或者是这个河边呢，就然后放下一切的话呢，就心里很宽广的。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个烦恼啊、痛苦啊，全部都自然就是没有的。看到蓝天以后呢，就是蓝天是如此的这个广阔，看到那个大海以后的话呢，就是那么多大海的话呢，也如此的这个无边无际的。那么这样以后，自己的这个心呢，也是随着外境呢，就是可以这个宽广。心如果宽广的话呢，心里面的这个烦恼就是自然没有，然后对佛教的一些真理呢，自然而然这个升起信心。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大家在这个一些这个寂静的地方去呢，就是应该这个修行，就是正法，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好的一种这个选择啊。
光速啊，就是光速呢，就是圆满之特点和还有安乐之特点，就是在寂静地方呢有两大这个特点，就是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圆满一切这个善事，就是这是个就修行人呢就是在这个寂静地方的这个功德很大的，迷真无烦恼，寂静山林中，皎洁明月光，清凉石潭相。勤学是勤学品色上如拱一身患，那么在这个寂静的地方的话呢，就是一切这种烦恼啊、争论啊，就是都是远离的啊。其实这种这个山林呢，就是应该说是我们这个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谁都可以这个享用啊，就是大自然的这种美和大自然的这种快乐呢，就是谁都有权享用啊。以前那个古人的话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江山呢，就是江山凤月奔舞唱主，贤者便是主人，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世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大江啊、山河啊，还有这个明月啊等等，就是这些大自然的这种这种快乐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主人，谁有世间谁有修行的机会的话呢，他就是他的这个主人。所以我们这个寂静地方的话呢，就是有没有这个主人呢，就是确实没有主人的，谁到哪里去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缘分，谁都有这种福分。在寂静地方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乌龙经商啊，没有这个嘈杂喧嚷啊，以及呢就是各种震度，就是这些都是没有的。那么寂静呢其实就是从自古以来的古往今来的这些高僧大德，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及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历代的这些这个传承上什么呢，就是都是依靠这个寂静的地方而这个获得成就的。就汉传佛教当中的话，不论是净土宗啊、华严宗啊、禅宗啊，很多这个佛教徒的话呢，确实也是依靠这些这个寂静上，就是而这个获得这种快乐，就是获得就是证悟的。因此自然的这种环境呢，对我们初学者来讲呢，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无著菩萨也是说了，就是依止这个寂静的话呢，就是心自然的这个清净，然后呢三根呢就是也自然而然这个增长。其实有时候真的一些诸佛菩萨所加持过的这些身体的话呢，住在哪里的这个三根呢自然而然增长的。这是我本人也是确实有着这个深深的这个体会。一到这个大城市里面，就是跟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交往的时候呢，每天都是一种迷迷糊糊当中呢，就是就开始度过的啊，就是我就从早上到晚上呢，就没有什么，就是除了这个吃饭这个以外呢，就好像没有做到什么事样。但是在寂静地方的话呢，就效果就完全是不相同的。因此呢，他这里就是这个月光的这种清凉呢，就是相当于是一种这个檀香甘露。那么这个檀香甘露呢，就是如果这个附在这个修行人的身上，或者呢，就是在这种这个气氛和这种这个芬芳扑鼻的气氛下呢，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个心呢，就是有各位的惬意，各位的这种欢乐。然后就是修行人呢，就是住在那个石板上啊，或者说一些那个就是岩洞里面石洞上，就是那么这个月光呢，就是洒向在这样的这个石板上，那个时候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天上的这个尊神宫，或者是我们皇宫里面的这种快乐呢，就是完全都是这个就是也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就是这些这个快乐，就这种这个心理的欢喜呢，就是应该说是很难以这个表达的。
从无声息，徐徐莫吹送。有福瑜伽师，独步四里塔。那么在这个森林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这个悄无声息的这个微风啊，就是逐渐逐渐的这个吹，就是悄悄的这个吹在你的，徐徐的这个默默的就是吹送过来，在那种这个一就是微风的这种吹动啊，然后在民间的这种这个鸟语花香的这个生活呢，应该说是对于修行人来讲是极其的这种这个快乐。当然这样的这种这个修行人，民间这个修行人呢，就只有有福报的这个修行人才可以待在这里。因为没有福报的话呢，就是首先是可能你城市里面不一定住得开，即使住得开的话呢，在哪里就是待不住啊，就是待一天两天，然后呢就把心力全部放在这个森林当中，就是然后第二天就自己跑了，就是那这就是没有这个福报的人。实践当中呢，就是一般所谓的这个福报呢，就是有这个鸿福和庆福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鸿福的话呢，就是在红尘里面就是当官啊，就是做这个什么局长啊、书记啊，然后呢就是当大老板呐、啊，就是当，就是他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种福报啊，就是这个钱包里面钱也多，银行里面存的款也多，就是有好多轿车啊，就各种别墅啊，就是现在那个实践人呢，就是哎，这个人真的福报很大，就是他的钱是从哪里哗啦出来的，很多人就觉得是这个特别羡慕，就是这是一种福报。还有一种福报的话呢，就是在山里面呢，在山里面就是中年的都是在哪里这个修行呢、啊？就自己表面上看到好像他就是吃的也是一般般的，穿的也是很单薄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心情呢，就是也很快乐的。所以鸿福清福像比较起来的话呢，应该就是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清福是也值得是非常的这个赞叹就是。孔时言董说，虽是人已主，今时护持阔，无极自以心。那么刚才前面也讲呢，就是这个空无一人的这种这个山洞啊，或者这个树林下，或者岩石下，这些呢就是古往今来的大德们的这些这个正悟的修行的地方。那么我们是随时的可以安住，随时安住的话呢，在那里面没有什么这个竞争，没有什么那个你的房子啊，我的房子啊，就是山洞里也没有，像人影的就是这样安住啊，就是这样安住的话呢，那么就是将自己的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各种妙意的痛苦呢，就是全部完全的已经这个舍掉了，然后没有
顾忌，没有顾虑，就无忧无虑的在那里呢，就是就是悠然自在的，随心所欲的，就是可以这个性子。其实山里面的这种修行人呢，就是很自在的，很洒脱，就是可以说呢，就是日月就是空中这个云星一样的，自己在这种这个天底下呢，就是应该说是非常这个快乐的。当然古人的话呢，就是依靠非常这个清贫或者是知足的这种生活来就是度过的。以前莲池大师也是这样说的，说食草甚空腹，毛堂过鲁肃，人神皆执着，烦恼亦是出。他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在寂静的山里面呢，就是用那个草木啊、碎骨啊，就是来这个充腹，就是来这个喂腹，然后用一些毛棚啊，就是用一些毛棚和茅草的这种方子呢，就是度过这个露宿，就是也可以说是解决就是我们的这个住处。那么然后那个怎么这样的这种人生的这种知足少欲啊，就知足少欲的这种憎恶或者自助少有的这种修行呢，就是是在我们这个人间当中是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快乐，就是通过这种这个修行呢，就是将自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等烦恼呢，就是全部一时摒除的。一贪自在心啊，谁也不想干呢。王和夜难下，自助先聚欢，就是自助先聚欢。那么就是远离一切这个贪欲执着，自己呢就是自由自在的在这个世间当中这个心慈的话呢，那么这种这个快乐就是是非常这个就是大的，就是这种就是有这个很大的这种快乐，就是那么对于这个谁都是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前念的，谁都是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残久的这样的这种快乐呢，就即使这个王侯的话呢也很难以这个享受的。所以自主少欲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真的是这个非常需要的，意思就是说呢，只要自己有地位也可以的，有这种名声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就是随缘而去，随缘而转，就是这种行为很好的。佛陀在这个《一教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那个心少欲者，心则坦然啊，就是心少欲者，这个心则坦然，无有欲畏，就是心。自助少欲的人呢，心很坦然，就是没有什么那个这种这个担忧啊，就是痛苦啊、畏惧啊，就是这些都是什么没有的。然后佛经里面有境界者说是，自助这人随我地上这个欲为暗呢啊，就是自助这人随我地上欲为暗呢，意思就是说呢，自助少欲的这些人的话呢，即使他随在这个地上面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盖子，没有什么垫的，就地上面的话呢，他的这个心思非常非常的这个快乐啊，就是实践当中呢，
很多都是性不满足，性的这个空间呢就是相当大的。如果性有满足感的话呢，那是人的最大的一种财富。我们以前学过亲友说吧，佛说一切财产中知足乃为殊胜，知足乃为最殊胜。那么就是龙婆菩萨也是这样讲，佛陀告诉我们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财产里面呢、啊、那么这个所谓的知足少欲呢就是是最殊胜的啊，就是财产里面是最殊的，知足知足无财真富翁是吧？亲友说过大家都背过，就是知足无财真富翁，就是意思就是说，只要有知足的话呢，虽然这个人就是这个身无分文啊，就是就一点这个钱都没有，一点财产都没有，但是这个人是真正的这个富翁。如果没有知足感的话呢，就即使你有一万这个美金呢、啊，就是一亿美金的话呢，就其实你的这个心的这种这个坑啊，就是始终是填不满的。法王如意宝也经常这样讲，我们。这个学员也好，我的传承弟子的话呢，大家应该就是过那个知足少欲的这种这个生活，就是过知足少欲的生活的话呢，心里很快乐的。你有财产也可以，没有财产也可以，人生都是无常的，什么事情都会这个经历的，什么都能这个就是你最大的快乐呢，就是也可以这个享受，最大的这个痛苦的话也能受得了，什么都可以面对，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这种这个快乐。Om Mahabandhangara Banasadardha Om Mahabandhangara Banasadardha